喂，听得到吗？Hello，喂。喂，大家听得到我说话吗？怎么会听不到呢？好，看来好像大家听得到，因为我自己第一次用这个直播，我也不知道听不听得到。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或者听得不是很清楚的话，就那个在 chat 里面跟我说一下。那我们现在就开始了，今天讲的是，好，听见了。今天讲的是那个 equity research，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行研。就我身边有很多小伙伴对，就是说行业研究很感兴趣，但并不是真的知道，比如说行研它是做什么的。其实行研它分很多，不仅仅是我们知道的像行业的研究啊，它还包括那个像股票的研究啊，对于宏观经济的研究啊，对于 fixed income 证券的研究啊，所以后面我们都会细说一下，就比如说行研它包括哪些分类。那现在，然后我叫什么？那个 PPT 的话，我一会儿会把在我讲的过程中，把一页一页以那个图片的形式传上来。那首先先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我是 Tina，我现在在Scotiabank，在它的 Equity Derivatives 做 Structuring，之前呢是在 Scotia Capital Markets 做那个 Sales and Trading 的 Rotational Program。然后之前也有幸在他的Equity Research 部门待了几个月，主要从事的是 Metals and Mining，也就是一那个我做的是 Base Metals and Mining，就是像一些金属啊，就是加拿大的矿业啊这个方面的股票研究。那之前呢，我之前实习的时候也在那个 BMO Capital Markets。它的资本市场部做证券的销售，也跟行研的部门有很大的每天有很大的交流。那在之前呢，在RBC 的 Global Asset Management，就是它的资产管理部，其实那个是一个 buy side，在 buy side 的话，也有那个很多那个叫什么 equity research 的部门和那个职位细分，这个之后也会跟大家简要提一下。因为 equity research 它同时存在于 buy side 和 sell side 当中，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今天的 agenda。我现在发上来。OK，那 agenda 首先我们会讲一下什么是 equity research。那在银行当中，在 sell side 的 equity research 当中，它怎么帮助这个银行 generate revenue？因为你想，有些部门 obviously 像很多大家讲 investment banking 啊，sales and trading 啊，obviously 他们从跟客户的交易当中做 deal 当中为银行赚取盈利。那 research 呢，它其实是一个非常 front office 部门，是一个前台的传统的前台部门。但却不直接作为交易，那它是怎么帮助银行 generate revenue 的呢？然后在后面我们会讲的稍微 technical 一点，会讲到fundamentals of research reports，也就是说一个 standard industry standard research reports 会包含哪一些哪一些 sections，包括你怎么去构建一个 research reports。那第四点呢，就是 valuation methodology。也就是说，在我们进行股票研究分析的时候，我们有不同的估值方法，所以这个后面我们也会跟大家分享一些，就是一些比较常用的估值方法，来说干货也比较多。然后最后呢，对于大家想以后进行研的，就是进 equity research 的同学，我会跟你们分享一下我在 Scotia 的时候是如何在 equity research 做了怎样的一些事情。一个 typical day for 我们这些 associate analyst 是怎么样的？然后我最后还会讲一下在 equity research 的晋升通道，以及如何从那个就是从 research 跳到别的部门啊，或者别的行业啊。这个我觉得也是现在这些同学就找工作非常关心的。好，然后现在发一下第一个 slide。看一下是不是更方便，我一下子全部放上来。大家看得到我的 slides 吗？好，第一个，equity research，那什么是 equity research？首先呢，它分为三个，就怎么说？我从三个方面来解释它。首先，在 content wise，就在内容上面，我们就是作为股票研究它首先它会分析 company 的 strategy，就公司的宏观层面公司的战略方向，以及包括这个公司近期有什么大的 event 发生。然后呢，其次，它也会看整个行业的宏观的趋势是怎么样。这个行业，比如说是在上升期啊，还是稳定期啊，发展期还是下降期？因为这个也会对公司的发展有非常大的影响。其次我们还会再看，比如说这个行业的 competition，也就是它的竞争的情况，还有一些，比如说一些 regulation。regulation 其实对行业的影响，对公司的影响都非常大。也有可能，比如说像制药行业，你因为一个新的 regulation 出来了，但你可能前期研发的东西就泡汤了，可能就不符合在那个时候去再推广到市场。所以所有的这些呢，都是我们需要考虑，都是 research 当中需要就是非常 dig into detail 的。后面呢，在公司层面上战略啊这些都分析好了，我们再会看这公司有什么下行的风险呢？就比如说，举个例子像那个一些 commodity 的那些公司，那比如说像 commodity 的 price 下去了，或者像油价，如果油价下去了，那对这种像 oil 公司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这也是一些潜在的 risk factor，需要我们去 identify 出来。那再把这些整个框架搭好以后呢，看得比较细的话，我们就会给公司进行一个 financial forecasting 以及 modeling。去实实在在的去 predict 这个公司在未来的盈利情况怎么样，然后根据我们的 forecast 以及我们基于对公司了解而做的 assumption 上面，我们会 develop 一个 valuation 的 model，也就是对这个公司进行一个估值。那估值的模型就有很多种，所以说就估值完全是基于
我们对公司的了解程度，以及对这个公司的一个前瞻，对它的一个 expectation 而develop 出来的一个 value。那这个其实说每一家银行，比如说给出来的估值都不一样，可能都在一个区间内，但是估值都不一样。那 investor 呢？这个也就是说，我们作为 sell side equity research 给 investor 一个 value added 一个增值的方法。就有些 research，如果你写的真的很好，你每次的估值，比如说你一年后，你觉得这个股票可以涨到从100涨到120，别的银行可能觉得它从100只能涨到105，那这样的话，如果它真的涨幅挺高，比如说接近于120了，那别的 investor 就会非常相信，比如说相信 Scotiabank，我对于这个公司的了解的程度，以及我们的那个 research 的能力，那这也会就是说。间接的帮我们银行赚了更多的 revenue 和 reputation，然后做完 valuation 以后，就总体来说，我们会给一个 stock recommendation，就是说你这个 stock 这个股票你是应该是 buy 还是那个 sell 还是 hold？一般来说的话像我们像 Scotia 的话，大部分它是那个像 outperform 啊或者。就是 standard 那种 perform，因为一般来说，我们跟公司就是跟这种 institution，假设我们 cover 苹果的股票，我们公司跟苹果也是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relationship。我们除非来说这个公司是真的渣到炸，然后你是一个没有办法，就是一个 strong sell，不然的话，作为 sell side 的 research，我们可能会通过估值啊。或者通过 expectation 的一些做一些调整，把它做到一个就比如说 sector perform，就是一个 average 的程度。然后最后呢，我们research content 上呢，它还会包括一些 comparable analysis，还有 event analysis，就是说比如说拿 Apple 比啊，跟比如说 Google 啊和一些 competitor 比，它的 valuation，它的总体的发展情况是处于怎样一个 range 当中。OK，所以刚刚我讲的是 research content，就内容当中会所包含的一些内容。那我们通过什么形式去 deliver 这样的一个 message 给我们的 client 呢？就是形式有很多种。那大家最常见的是 written reports，就是写书面的那些报告。也就是说，我们网上啊，包括各种那个平台上面 download reports，就是 written reports。但其实，像我们银行还做非常多别的样子的去做这样的 marketing，去，跟 investor 传达我们的那种观点。比如说，我们会做 phone calls，也就是说，一旦，比如说我们觉得这个股票是一个好的时机去买它，或者这个股票的估值严重的低估了，我们会跟我们所有的clients，也就是一些 buy side 的 firm，比如说。clients，比如说 OTPP 啊，一些 pension funds 啊，我们跟他讲说这个股票呢，现在我们觉得这个价格低估了，然后告诉他原因，我们觉得因为这个，比如说这个金价最近market 不好，金价最近涨得很高，然后比如说他发现了一个新的 gold mine。之类的，然后把原因告诉他，然后说基于我们的估值，我们觉得一年以后。这股票它的涨幅的区间，我们觉得可以有20% upside，就是推荐它是一个很好的股票。那我们也会打非常多类似于这种 marketing 的电话给 client，然后同理的，像发 email 啊，face to face marketing，包括参加很多那种像 industry conference，然后包括一些去一些那个就 client trips，就比如说我当时在 mining 的时候，我的那个 analyst 他会带比如说我们的 clients 一起去澳大利亚的一个就是矿场现场去看这个 mine 到底怎么样，也是去进一步就了解这个 mine 怎么样，这样才能写出就是更加 realistic 的报告。好，这个是我们deliver 的形式。最后也就是我们的 audience，刚刚也讲到了，我们很大部分的audience 是 buy side 的 client，也就是说像 pension fund 啊、mutual fund。那其实这些是 external clients，然后对，像 fund 里面 pension、mutual、hedge funds 也会用，但绝大部分是 pension funds 和 mutual funds。
然后第二个 external client 呢是 retail investor，也就是说，就比如说今天在场的各位，都可以是去读我们 research 报告的 client。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个，就是说网上就那些那个炒股的账号，比如说 就是如果你是在 Scotia 工作，比如说你是一个 retail，但是你在网上可以选择，比如说我想 invest 这个股票，你还是可以 access to 很多就我们机构写出来的报告研报的，也是去帮助我们的 就是一些 retail investor 去更好的做决定。那 internal 呢？internal 我们会 support 整个 equity 的 sales and trading，就是整个股票的销售和交易部门，然后也会去 support investment banking merger acquisition。为什么呢？因为 research 的部门其实是对这个公司这个股票最了解的部门。别的部门，比如说你 investment banking 的确是做非常多的 deal，因为他们也非常忙。所以有时候并没有那么多时间去那么细的分析这个公司到底怎么样。这时候，所以 research 会给他们非常多的那个就是见解，就是对公司的了解，以及会帮助他们一起去 connect 一些那些他们所 cover 公司的，比如说高层。所以这些都是一个 value added 的地方。好，然后我们看下一个 slide。下一个 slides，我就是把刚刚讲的那些 client，还有我们 internal 是那个 sell side 怎么 work 的，就是整个 visualize 了一下。就是你看 research 是中间这一个 部门，它跟 investment banking deal，当然我们跟自己的同事 deal 也不会去收取任何费用，对吗？这一个部门是不赚取任何那个 revenue 的。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在所有的 communication 当中，这里有一个 Chinese wall，因为就是说 research 很多的第一手的信息是 material non-public 的，就你可能知道一些信息还没有被公布到 public，但是会严重影响它的股价，但这些东西是不能跟 investment banking 他们 share 的。所以这个地方就银行的 regulation 非常严，所有的 communication 和那个 investment banking team 的 communication 都要在那个 compliance 的，就是监管下面完成。但同时呢，当 investment banking 跟这个 issuer，比如说跟苹果公司做成了一个 deal，比如说帮苹果公司完成了一个并购，但这个时候他们的一个 fee 会有一部分 allocate 到 research 的上面。similarly，我们看下面那个部分。Research 跟institutional sales and trading 也有非常多的交流。首先呢，institutional investor 就是我刚刚说的 fund，他会给一部分就是那种 subscription fee 啊，给 research 部门。也就是说，我们每就是说无限制的，我们给你提供报告啊，或者他们有的时候会，比如说 email 我们说，我直接想拿一下你们公司对啊。拿一下你们 Scotia 对这个公司对苹果的整个估值的 financial model，那我们其实就是会把整个 model share 给他们，但是每 share 一次的话，其实我们都是会有收费的，收取 institutional investor 的一部分的 revenue。然后同时呢，当比如说这个 fund，我觉得我看了你的 model，我觉得很好，我觉得的确是一个很值得买的股票，那他们呢？这里正好插一句，他们就是 how does sales and trading research 和那些 buy side 一起 work 的。就 pension fund 呢，他们就会拿了 research 报告说，这个很好，然后他们会跟 sales and trading，就是比如说我跟你们直接打个电话，我想再听听你们，比如说 sales 的想法。那 sales 的跟 research 这时候需要注意的是，一个公司就算可能大家有 different idea，但是 research 和 sales 对于一个股票的看法需要保持一致，那这样子的话，就保持了所有整个 team 是 align with each other 的。那 sales 呢，就会跟这个 pension 说，是的，我也觉得 Apple 很好，然后他们会 highly summarize 这个 research piece，去跟他们再讲一下，同时 convince 他们说啊，我们这在这边做交易啊，类似的，收你们的 commission 也很低。那这样的话，如果一切都
很 smooth 的话，然后 Tencent 就会跟我们的 trading team 去做一个 trade。比如说，我去买你们多少个 million 的Apple 的股票，那这样的话呢，sales and trading 也会拿到一部分 commission。Research 呢会拿到一些 revenue based on the research piece，然后整个交易的 commission 也会有一小部分 allocate 到 research 身上，所以其实 research 赚钱的方式有非常多的种，虽然说它不是一个直接你说跟 issuer 做 deal 或做 transaction 的部门，但是银行像 front office 的核心部门都非常需要 research 的 support。好，然后在左边再很快的讲一下，那 internally。右边这部分呢是 sell side，那左边这边呢是银行的 buy side，也就是它的 wealth management、asset management。那 wealth management 呢，像我刚刚讲了，就 retail investor 也会读这些 research 报告，所以这一些 retail investor 做 trade 的 commission 啊，这些也会被 allocate 到 research 的身上。好，下一个 slide。你们可以在那个 Zoom 上面滑下滑 slides 吗？还是说我每一次都要发一遍？没关系，我先每一次都发一下。OK，下面是就是一个 research associate 需要做什么？就前面大概都讲了一下 research 的工作有哪一些。那像我们来说，就我猜应该现在听的同学大部分应该都是 undergrad 或者 MBA，也就是会 join as a research associate。所以 research associate 他们主要的是去 support research analyst。就在 research 里面，其实他的 promotion、他的 hierarchy 跟 investment banking 或者 sales and trading 是不一样的。Junior level 是 associate，然后当你 promote 了以后，你是一个 associate analyst，然后你的老板就 senior level、director level 的，他们是叫 analyst，就是他们才是那个股票分析师。那你主要作为一个 associate 是完全 support analyst 去 cover 一个 industry sector，比如说你去 cover telecom，比如说你去 cover financial institutions，或者你去 cover minings。你需要有一个 industry expertise，就没有人说你是全才，我对每一个行业都非常了解。在 research 里面，就是说你最喜欢你最对哪个行业感兴趣，你哪个行业的 financial model 就最了解，做得最好，你就会跟着那个行业非常 experienced 的 analyst 去 cover 整个 universe。也就是说，比如说当时，我在那个 metals and mining 跟我的 analyst 两个人，我们 cover 了差不多20个。Metals and Mining 的公司就是在加拿大的公司，那其实2个人 cover 20个活就已经非常多了。我一会儿会讲一下，比如说你 cover 整个 universe 里面，你需要做哪一些不同的报告。那这是一个主要的一个 main role of research associate。那你会帮他们做 industry analysis、company analysis，包括就是比如说你用 Bloomberg。用 Capital IQ 啊，用不同的那个 data platform 去 collect 这个公司的 financial information，然后你还会去对这个公司去做一个 future prediction，然后还有需要的呢，是你去写很多research 的报告，包括每天早上呢research 部门和那个 sales and trading 啊，就交易部门，他们会有一个晨会，这个是每天早上都有的，也就是说 overnight。这些公司发生了什么？你也需要去帮助你的 team 去，比如说你去列一些 bullet points，说你 cover 的公司发生了什么，有没有什么大的新闻，你觉得是今天的一个卖点，去在整个晨会上去 share 给大家。然后这些是主要的事，别的事情呢还会有很多，你就 deal with client request，比如说 client 想找你问你对这个公司的看法，这个一般来说是。你的 analyst 会解释的非常好，那你需要的是，就比如说你把 model 啊发给他们，然后把 PPT 啊发给他们，然后跟他们保持一个好的communication 和一个 relationship 就可以了。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说，不管就是 research 有的时候很忙，但不忙的时候或者就任何说 capital markets 吧这样的职位，
都希望就是说你可以每一天去 follow market，有可能这 market 不是你 cover 的那个 sector，但是它可能会间接的影响，但这些都是一个很好的你跟 client 交流的一个谈资。好，我看一下这个 slide。所以我们前面就大概的把 research 要做了哪一些啊，一些那个role 啊，他做什么，他怎么 support 别的部门啊，包括他有哪些 clients 都概括了。那我们现在开始看一点稍微 technical 的东西。对于前面的内容，大家还有别的问题吗？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就可以都可以在那个 chat 里打出来。OK，如果没有的话，我们来看一下那个 valuation methodologies，就是刚刚说过，就 research 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就是给这个公司估值，也就是说，不，你最后给出一个观点，你买还是卖，很大一部分是基于 OK，我觉得这个公司是 overvalue 还是 undervalue，还是拿苹果举例子。假如说苹果现在市场价是一百，就是我是随便说的价格。假如说现在是一百，但是我们基于自己的 valuation，我做出来苹果值120，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是我们推荐给 investor 也是买，对不对？那如果我的 valuation 做出来是只有80块，那我可能就推荐 investor sell。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并不是说我现在做出来105，我也让人家买，这是有一个 range 需要注意的。要注意的。比如说做在，比如说90块到110，那这样的话，你还是需要去 allow 这个有它有一个 fluctuation 的 range，就是说你要可以让它股价有一个波动的空间。所以这个你给大家的 recommendation 就是 hold，这个是需要注意的。好，现在看 valuation methodology。一般 generally 分为几个 approach。首先看 cost approach，cost approach 就是 obviously 它就是你有多少 cost，就是你的 valuation 是基于你的成本而做出来的。这个 cost approach 呢，就比较适合于你，比如说你的 industry sector 是 real estates，就房地产行业。你比如说，我建这个房子花了多少钱？可能这就很直观的在我的 valuation 里体现出来了。比如说，我建这个房子，我买土地花了几百万，建这个房子，人工成本加所有的东西，都就花又花几百万，跟开发商拿一些 license 又花几百万。那我们把所有的这些 cost 相加，那它就是一个对于很基础的这个东西的估值，这可以估。就这个估值用于了很多房地产行业，那这也可以有，还有一个就叫 replacement cost，也就是说你总的来说，哦，你现在这个房子，你整个把它一个 replace 了，你可能需要多少多少的 cost，那这是第一个 approach，但这个 cost approach 并不适合，别的那个所有的行业。那现在我们看第二个 approach，第二个 approach 呢是一个 relative value。就是跟别的可比的参照物，相比去得到一个合适的估值。那可以举个例子，就这么说，你比如说，一个还是拿苹果举例吧，比较方便。就你说拿你家苹果举例子，我跟别的一些，就是比如说 Google 啊或者做手机的那些，我相比下来，那我比什么呢？这里大家就也可以记一下，就有一些 comparable multiple 是我们需要那个注意的，比如说非常常用的有 EV over EBITDA，就是你的 enterprise value over 你的 EBITDA value。如果我说的太 technical，大家可以在那个 chat 里面跟我说，因为这些其实大家上网你去找公式啊，这些都有，我只是今天在这边 general 给大家一个 overview。那我们通过这些 multiple 出来呢，比如 EV over EBITDA 或者那个 price over earning，那这些 multiple 跟别的公司相比，你就会得出来，哦，我这个公司我的盈利能力，在我的竞争对手或跟我类似的公司当中处于怎么样一个区间？那比如说盈利高的，他们的估值在比如说在那个
在 top，盈利低的在 bottom，那我在这个区间当中，我是在怎样的一个位置？那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方法去得到一个估值。那还有一个方法呢，在 relative value 下面呢，叫 precedent transactions，就是可比的一些之前做的一些并购的交易。就比如说，这个多用于在那个并购当中。就比如说，现在 A 公司要收购 B 公司，但是对这个 B 公司呢，他想对它进行估值，不知道用就怎么样的估值方法比较好。因为呢，你价格出低了，可能人家也不卖给你；你价格出高了，你自己不也亏了吗？所以他就会看，就历史上是不是有这样类似的这样的 transaction。比如说，你历史上你找到，比如说 C 公司收买 D 公司，收购 D 公司的时候，他们对 D 公司的估值是多少？以及比如说在并购当中，除了估值本身，你还会要加一个 control premium，也就是说，当你把这个公司完全收购了以后，你要 control 这个，你需要给一些 extra premium，那个叫 control premium。所以其实要付出的，在收购当中付的价格是比这个公司本身要高的。那要具体高多少的话，这个也是很难定的，这也要看你竞争对手给多少。所以这样的方法比较适合于你做 M&A 的时候，你去看可比的，有没有可比的交易的方法，就是可比的以前做的类似的并购的交易的。deals，然后第三个 approach，我觉得大家应该，比如说在学校上课都听到过，就是 discounted cash flow（DCF method），这个也是最 widely used 的 method，就是非常广，很大一部分 industry 都可以用那个 discounted cash flow。这个呢也可以叫它 intrinsic value approach。那 basically 这个方法就是说，基于公司现在的盈利状况，以及我们对这个公司未来盈利状况的 expectation，这个 expectation 可以是基于你的，可以是基于就是比如说我们 analyst 跟公司管理层交流，以及他们可能会跟公司 CEO、CFO 直接打电话，直接交流，觉得你们对公司的那个感觉怎么样？因为其实这里插一句，很多时候，我们财报上看的数字就是很冷冰冰的数字，或者你觉得它这个不好，这个季度不好，觉得它下季度好吗？或者 CEO 在考那个 earnings call 上面讲的也非常官方，但是我亲身体会是，当时我也很 surprise，就是我的 analyst 在财报出来之前，他们会事先，比如说给 CEO 一个 call，他们会跟 CEO 公司的高层进行交流。会大概知道公司的走向，因为这样子也会事先去 adjust 我们的 model。当然了，这些完全是 non-public material non-public，我们完全不会就是说有任何对外界的交流。但是你可以 somehow get an idea，以及当财报发出以后呢，他们都会跟公司的管理层进行及时的交流，就是说除了我们财报上所看见的那个，我还有一些另外的什么问题。然后跟他们交流当中呢，我们去 update 我们对公司未来的 assumptions。那通过整个一套，包括就你问问题问完了，所有 assumption 啊，modeling 都做好，对 future cash flow 都 predict 好了，然后通过就是 modeling 方法把它 discount 回来，我们可以算出来这个公司在现在这个时间点的估值。那这个就是discounted future cash discounted cash flow 的 method。讲到这边有什么问题吗？OK，那我有个问题问小伙伴，那比如说，那同样一个公司，这边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我 cost approach 和我的 market approach，我同时用了这三种方法进行估值，但是我做出来的结果都不一样，你们觉得怎么办？就假设我的 cost approach 做出来80块，market approach 我做出来120块，就差的还挺多，还120。但 discounted cash flow，
比如说我做出来是110或者90，你们觉得在这样的方法会怎么做？对，我看到有同学说加权平均，对，这个是挺好的。还有什么 idea 吗？加权平均是一个方法，就是大部分情况下我们都会用加权平均。好，我来说一下，就这张图上我们也看到了，就是这个呢是一些就是 traditionally 我们做估值最后的一个 summary，也就是说通过不同的 valuation，我们会得出来一个不同的估值。那其实很多时候这估值呢，前面提问有打字，哦，好的，我一会儿来回答你这个问题。我先把那个 valuation 的刚刚那个问题先解释完，然后我要回答你这个问题。就是说，一般来说就是没有一个情况，我们三个方法算出来一样的。这个只有可能在书本上面你出现你三个方法出来一样，你考试当中可能。在现实中肯定是不一样的。那这个时候呢，你们看到后面我发的这张图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就是我们可以做一个 sensitivity analysis，就说每一个方法给你的不仅仅是一个值，你可以通过你对你的 expectation，我不一定我说我公司未来就发展增长在10%，我可以增长在8%到12%，通过 adjust 你这个 assumption 可能有个 range，或者说市场。你的 commodity price 或那些可能会上升，可能会下降。通过这个，你每一个都可以算出来一个 range。那这样的话，你在这张图上，这个图叫 by the way 叫那个 football chart，你可以看到一个 minimum，一个 maximum，就大概知道哦，你估值的区间在哪儿。然后通过不同的方法，你中间拉一根线，你可能是你的 average 或 of these。或者有一些方法你看出来，就比如说这张图上 DCF 估的特别高，跟别的都不 align，那你可能可以你的 DCF 可能你 assumption too aggressive 也有可能，你可以就是比较少考虑那个，不一定说我可能我只 assign 我 DCF 10%的 weight，或者我压根就不考虑 DCF method。像我刚刚举例说，我的 market approach 里面我算出来是120。那还有很一个可能，就你 market approach 在这个里面就不是 accurate，因为你看了别的 precedent transactions 里面是包含我刚刚讲的 control premium 的。那这个呢，不是一个对公司你实际上值多少钱一个好的方法，也就是说，每个方法都有利有弊。那最后我们需要看一个整体的话，可以通过一个那个 football。analysis 这样，或者像刚刚那位同学说的，通过一个加权平均，你觉得哪种方法更直接或者更准？你给他一个比较大的 weight，哪个方法不准？你给他比较小的一个 weight 都可以。OK，刚刚有个同学还有个问题，问题是在加拿大一般哪几个 industry 是比较大的？我们平时可以自己，对，平时可以自己 follow 一下哪些 industry？像我刚刚讲的，像在 Scotia，包括在那个就加拿大这几个大银行，最最大的 industry for sure is metals and mining，就是那个 industry 就是加拿大的支柱产业。因为你看，包括 TSX，你是整个那个就是上市公司里面将近30%二三十，它都在属于就是 metals，它可能是处于比如说 mining 的上游、下游啊不一样，但是它就是。矿业啊，它可能是 precious metals，可能是 base metals，或者是那一些公司去 support metals and mining，这个是最大的。然后我想一下，Scotia 在 metals and mining 就有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差不多八个，在 Toronto 就有八个，an associate 加上三个 analyst 去 cover，这一个 industry。那同时呢，还有一个就是 telecom，但 telecom 相对没有那么大。telecom 加拿大主要就是我们知道的 Rogers、Bell 这些。那
Scotia 是有，就是一个 analyst 加一个 associate 去 cover 整个一个 industry。还有一个比较大的是，financial institutions。Financial institutions 我们对 Scotia 是两个 analyst 加一个、两个、三个，所以 financial institution 也很大。主要涵盖的是这边的五大行，以及我们的一些很大的，就比如说，一些 pension 啊，包括，还有一些叫 diversified financial，就不是那些传统的银行，比如说他们可能是做那种 loans 啊，做一些那种 leverage，但这些，比如说像 Manulife，对吧？这些都属于 financial institution，所以就回答那个同学的问题，最大的三个就是。Metals and mining，然后 telecom 和 FIG financial institution。刚好像有同学没有 mute，没有关系。OK，对，如果还有别的问题的话，可以继续在 chat 里message 我。好的，我现在跳到下一个 slide。好继续，还没有 get rid of the technical part，我们继续看一下一些稍微 technical 一点，就是 research 报告有分哪些情况，就不是哪些情况，有哪些种类。第一个是 initiation reports，可能大部分时候大家看到的 reports 就是市面上面，比如说苹果 earning release，我们看到一份 research 报告。这个报告，对，我讲完，你们可以告诉我它是哪一个报告。Initiation report 是当这个我们比如说当 Scotia 第一次去 cover 这个公司的时候，比如说这个 let's say company A 它现在 IPO 了，那之前我们完全没有 cover 过它，那它现在 IPO 了，它也希望能。去跟那个就是那些我们的 analyst 朋友去 connect 一下，希望去做 marketing，让更多的 investor 知道啊，我们的 company A 是一个非常好的 company，因为他们也会 reach out to 我们，然后我们也会其实也会其实双向的，我们也会主动 reach out 说我们想 cover 你，然后就会做一个 initiation report，这个是最最就是全面的，也相对是最复杂的一个报告，一般几十页上百页都有。就是把这个公司从头到尾由内而外全部分析一遍，就每一个业务分支非常细，每一项每一个 account 都会把它做清楚。这是一个作为一个 initial report。然后，第二个 research report 的 type 是那个 industry 或者 sector report。我们前面讲的非常多的，包括讲的 valuation 都是针对一个公司的。但其实 research 非常大，这个部门前面都是 equity research，对吧？但其实 industry research 啊，sector research 这些都有非常多。比如说，还是拿我们银行举例子，我们会有专门 cover oil and gas sector 的，因为 oil and gas 整个 sector 它也是那个。非常 sensitive to oil price，然后 oil price 的 fluctuations 在近期也都非常大，所以再加上有这么多 oil companies relevant to 这个 commodity price 的 fluctuations，所以会有整个 industry 的报告出来说，我们对就行业就是对石油行业的观点和看法是怎么样的，全面是针对这个行业做分析，但是不涉及到那个公司本身的运营情况的。那有的时候为什么 investor 也需要呢？就是说，当他们比如说像 buy side 那些 pension，他们去配置 portfolio 的时候，如果这个行业在近期真的是非常差的话，他们可能就不配置这个行业了，也没有必要说我去去再在那个行业那么差里面去挑一个公司，其实也非常难挑。所以，industry sector report 也占了很大一部分。第三个是 strategy 和 econ 的 report。这个报告呢是有另外一个 team cover 的，在我们银行，它就是 economics team 做的，也就是对宏观经济、对整个 economy Canadian economy 的前瞻和看法，
就比如说OK， 现在你说 Fed Fed Reserve 他们下一次是不是要 cut rate？ Highly likely they will cut。 那在他们比如说在决定之前或者在上一次会议之前，其实我们早就可能就 predict 好他们是可能要开始降息了。那整个这个数据分析对于宏观数据分析也是基于非常多数据的。那 Econ Report 这里面就是对你的数据分析能力要求要很高。就是包括我的同事他们在 Econ上面做的很多都是那个 Master 或 PhD 为背景的，但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大的 research 的类型。然后第四个是 results update report， 也就是说当一个公司就是每个 quarter 出财报的时候，这个是必须要出一份报告的，就 update 我这个财报到底是好还是不好。那这个会有一个非常直接的 impact on 它的 stock price。 然后最后一点它叫那个 flash report。 flash report 是一个很快的，是不是一个你之前 expect 你要写的 report， 但是其实很多时候 research analyst 我们很多时候写都是 flash report。 就比如说隔夜这公司出了一个什么大新闻，比如说 overnight 刘强东被抓起来了，然后你这样的话你可能你连夜你就要想写一篇报告，你就说比如说 just take a quick look， 就很快的 at first glance 你觉得这样的对公司会有什么影响，还是说只是就是风声大雨点小的这种。然后呢如果是一个比如说哦 OK overnight 他公司宣布了一个并购，那你需要马上就是说把这个并购你去把它 model 到你现在的这个对这个公司的那个 modeling 当中。比如说我去 predict 当我把这个公司另外一个公司收购以后，我整个公司的估值或前瞻会发现怎么样。那这个是一个非常快的一个 flash report， 因为你 expect 第二天会有非常多的 investor 会打电话进来问你对这件事件的看法是什么。所以跟 research 其实加班很多，因为很多市场关闭以后是关市以后发生的事情，你需要很好的去那个 digest 要消化这个，然后知道它对这个股价会有什么影响，然后知道是不是能不能给它很好去 present 给 investor。 所以这些是五个 research 报告的类型。大家对于这个报告类型还有什么问题吗？OK， 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来看一下一个 typical 的报告长得是怎么样子的。这个图对大家可以 zoom 一下，那不是很清楚。我拿了一个 Merrill Lynch 的 report 做了一个 example。 就是说首先一个 research 报告，不管你比如说这个是 industry standard， 但如果比如说在听讲座有学生的话，如果你比如说你学校上 finance 的课需要你去写这些报告，你能做成 industry standard 的话就会非常 impress 你的 prof。 一般来说 industry standard 看上去就是这样的，首先需要有个非常 interesting 的 title， 就是非常 concise， 就是怎么说非常精简。你说比如说 Q1 这个上面写 Q1 solid Q1 你第一季度财报非常好，但是什么东西不好，就是所有东西浓缩在一句话。然后在报告的我们看到文字部分你需要给出原因，就是你比如说你至少给出三点你的 summary， 就整篇报告中你提炼三个主要的点，它 Q1 为什么，比如说它 Q1 为什么好，它是什么 beat 了 expectation， 它的 cost 怎么样，它的 risk 在哪里，你全部把它放在 summary 在里面。然后在下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小的 table， 那个 table 里面呢是我们对公司的对公司的估值的一个就是一个 summary， 对它的 estimate summary。 你可以看到比如说这个报告上比如说前面两栏是我的 actual， 就公司现在的盈利状况，后面是我们的 prediction。 那在报告的后面呢我们会有很大的这个我们整个 modeling 的一个像 screenshot 一样，但在第一面上你就会有一个那个就是非常 concise 的 summary。 然后在这个
第一面的右边，我们还可以看到有一个小的，就是在那个股票价格图的上边有一个小的 table，这个也是必须的。这个是就是一个 summarize of the stock data，里面包括比如说你现在的 market cap 是多少啊，你的 PE 是多少，你的 dividend yield 多少，你诸如此类，还有你的 target price 和你的 recommendation，就我的 target price 是多少。然后我的 recommend 是 buy 还是 sell 还是怎么样，就是非常清楚的列在那边。然后最后再加上一张整个 stock，比如说跟 index 比较的一个价格趋势图。所以一般的 research 报告的第一面就是长成这个样子的。然后 research 报告后面呢，它就会把在第一面上的每一个点就会详细的展开说。然后也会有更多的数据去支持它。下一个 slide。OK，讲到这边，其实报告也就差不多了，所以我们 technical part 就讲完了。后面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在 research 里面一个工作的时间啊是怎么样的，大概。做 research 需要怎么样一点 skill，以及他的 career 的 stage 是怎么样的？OK，首先这个 slide 上就是一个 typical day of research associate。就我当时开始的时候，我当时那个时候也是正好是比较忙，是 metals and mining 的 earning season，就所有的财报都挤在那个时候出嘛。然后当时，我的 associate 就是他也是辞职了，所以我跟我的老板就我们两个人，就是也真的是很辛苦，就是在可能就当时就几周的时间里，一两个月的时间里面，出了40多篇报告，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 heavy 的量，然后每天基本上每天都加班，所以一个 typical day 是这样的，假设没有财报出，我们一般是6点半上班。就6点半到 office，6点半到7点左右时间，我们就会看新闻，看一下，比如说 overnight 晚上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就 cover 这些股票有没有影响，然后我们会为那个晨会做准备，就会写一些那个 meeting 的那个 meeting bullets，然后每天的七点，比如说7点15分到7点半或者到45，取决于那个内容有多少。就会开一个整个equity 的一个晨会，就会有 research 的 analyst 去 share 他们对于 open 比如说哪些公司有想法或者发生什么事了，然后同时参加晨会的还有他们就会在晨会上问各种各样的问题，确保这个公司，然后去 update 他们的 client。我一直听到有 background。是有同学没有 mute 吗？不知道这边有很多杂音。OK，然后对，晨会完了以后，我们就可开始发各种早上的邮件去 update 我们的 client，包括开始写我们的报告，然后会先有的时候会，如果那个你知道。没有那么多时间去 update 你的 financial model 的话，会先写一个非常快的报告，去给我们的 client。就第一个看法，我们觉得这个事件是个 positive negative，可能对有什么影响。然后之后呢，during the day，就是你看到 during the rest of the day，你有时间去 develop 你的 model 了，去好好静下来去给他估值，估完了以后，我们再会发一个更详细的报告给我们的 client。所以一般情况下。是一天是12个小时，就是从早上6点半7点到晚上7点左右，一般是这个样子的。这个是比如说就是 typical day，但 earning season 也就是说每一个季度会发生一次是，那个就没有底了。就我当时比如说有的时候财报它出的时间永远是 before market open 或 after market close。就我，比如说我早上4点钟到过 office 去 follow 一个财报，但我跟我老板4点钟同时出现在 office，然后就摸黑在那边工作，然后
因为我们在八点就是市场开市之前，我们要把这个公司所有的 model 全部做完，所以我们就四点做到八点，就是没人的时候，你四个小时拼命的那个做 model， 然后当天晚上就下午以后又出了一个公司财报，然后我们比如说那财报六点出的晚上，然后我们六点到晚上十二点继续在那里去写那另外那个公司的财报，所以当他有 earning release 的时候，时间真的还是蛮长的。就这个也是希望给大家同学做一个参考，就当你比如说 你选什么东西感兴趣的时候，你也可以考虑一下这是不是你喜欢的 lifestyle。 当然我觉得我在 research 真的是学到了非常多的东西，因为那个工作时间一天抵两天，所以真的我觉得还是学到了蛮多的。然后还有最后看一下，哦，我好像 miss 了一个同学的问题。刚刚说，这个 report 属于前面哪一种？不好意思啊，刚刚没有看到。我刚刚说，如果苹果出财报了，这个 report 就应该属于 flash report。一般那种，出的财报的话是属于 results update report， 因为它是一个 quarterly earning results。但如果苹果发生了一个并购，是一种 event driven 的话，它属于 flash report。OK。下面对进入最后尾声了。Career path， 的话就是对这个也希望大家考虑一下。有的人可能觉得 research 真的是也是很累，但是可能觉得他的 exit opportunity 就是做完以后可以去的方向也很多。就比如说一般作为毕业同学，你在 research associate role 里面，待比如说三到五年的时候，三年你基本上可以升 senior associate 或者叫 associate analyst， 然后到五年你可以升到一个 junior 的 research analyst。一般一个 senior 的 analyst 就是一个 director 的 role， 或者你有公司，比如说你在行业有十几年、十二年。15年 experience， 你就相当于是一个 managing director 的 role， 但是呢你还是叫 research analyst， 他们只是这么叫的。那 internal moves 也有很多，你做 research， 我们刚刚讲 research 是一个跟别的部门合作非常多的部门，所以呢你做完 research 你也可以去 equity sales and trading， 你也可以就比如说你更直接的去跟 client 交流，因为你已经非常懂这些公司了。或者呢你可以去 investment banking， 我们也看，我也有同事就是这么跳的，因为你的估值的能力非常强。其实这样，在 research 里面，大部分 research colleagues 的估值能力是比 investment banking 强的。investment banking 更多的是一个 execution， 一个执行，或者跟 client 的一个 sales 的能力。那所以因为估值能力很强，所以你也可以去investment banking， 你去 corporate banking 也可以。去 investor relation 啊，去 treasury 都可以，因为当你比如说工作时间那么长了，然后你写这报告那么多以后，大家都明白其实你是一个非常好的 communicator， 你也非常 work really hard， 所以你其实 internal move 的 opportunity 非常多。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那个他们觉得时间是很长，但是愿意去比如说熬个一两年然后跳槽。刚刚有同学问我每天睡几个小时，四点上班几点下班，就那个是极端情况，就是说当初财报的时候我四点上班十二点下班，但晚上十二点下班，但我下班的时候我的老板其实还没有走，我自己是真的撑不住了，我的老板他可能他做到十二点半那个时候，但我的组已经非常好了。我知道我们银行还有个叫 real estate， 就是那个房地产类似那些的 real estate 的组 REITs， 这个其实很取决于你老板。他们的 associate 有财报的时候最夸张的是就是差不多两天没睡觉，就完全不睡觉，就完全待在 office 两天，这个都有。所以 typical day 一般是12小时，但是夸张起来你可能就是凌晨两三点就都有可能的。
然后有双休吗？有双休，一般情况下是有双休，但是如果有财报的话，基本上双休日都是来 office 加班的，所以这个也是要 keep in mind。但是其实挺大家都一起来加班，你也不觉得什么。所有的 research associate，我周六去上班，哎，大家都在，所以其实也没有什OK，然后刚刚讲到 internal move，对 external move 呢，你做完 research，你可以去 corporate development，就是说，比如说你 cover 了苹果公司那么久，你对苹果已经了解的不能再了解了，你可以跳槽，你去跳去苹果，帮他们做 corporate development，帮他们做 strategy，对吧？帮他们做并购都可以，你也可以去做 consulting，去帮助那些，比如说那些像那个。Tech company 啊，去了解行业啊，那些都可以，因为你在 research 工作以后，你就是对这个行业相当于一个专家了。对，然后去跳 M&A 都也是可以的，然后你去跳别的公司做 research 啊，analyst 也可以。好，然后最后一个 slides。就是大家怎么 get into research，就是对于毕业生来说，一般来说，undergrad 是很难进 research associate 的。我好像只看到了一个 exception 就是他之前已经在 investment banking 做过了，所以他是直接进 research as an undergrad。一般来说，research 它需要一个 MBA 或者 CPA 或者 CFA 这样的一个 designation。这样可以让 investor 相信你，就是说你做出来的报告是 reliable 的，是有 quality 的。只是，所以你会看到，其实很多 research analyst 他们 title 都很长，谁谁谁逗号 MBA、CPA、CFA。所以如果你对 research 有兴趣的话，是强烈建议，大家有时间可以开始去考证的。然后它需要很强的 accounting 啊，financial modeling 我也说了，包括你的 Excel skills。然后你也要有非常强的 communication skills，因为其实你很多时候你要把你除了报告要写得好，你需要把你的想法去有这能力去跟不同的部门去交流，去把你的想法卖给你的 client，让他们去跟你的银行去做，所以这个也是需要非常强的 communication。然后对，还有一个就是你能不能 handle 一个 long hours 和 tight deadline。就是它真的需要你工作很久，然后出财报的话真的很快，一天可能出4个公司财报，你怎么可能去 update 4个公司的 financial model？所以这些都是需要非常强的一个 skills quality。如果你拿到 research，比如说 interview 的话，你也可以着重强调一下自己在这个方面的能力。OK 啦，然后今天就差不多讲到这边。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应该也是比较全面了，基本上就是讲了 research 做什么的啊，跟不同部门交流，也讲了很多那个 technical，对吧？讲了很多 valuation，讲了怎么通过 valuation 给它估值，包括讲了我们的那个 career path 和 exit opportunity。然后大家那个可以最后看一下那个 think。这个是一个对课后可以给大家留的思考作业，就是说。刚刚我提到 valuation 方法当中有什么是适合，比如说矿业，因为矿业是加拿大最大那个，有没有哪个适合矿业的方法？第二个，DCF 这个方法，很好，用得很广，它有什么缺点吗？然后还有第三个，就是说大家在业余时间可以去试着去 follow 一个 stock，然后以一个 research 的角度去想一想，为什么你应该 invest 或者不应该 invest？对，好。基本上就到这儿，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OK，对于写 report 是不是都有套路可以？对，一般刚刚开始讲，像 initiation report 是没有什么多套路的。但是，比如说你像 quarterly earnings report，一般来说都是有套路的。就比如说你写熟了，你就会知道，你主要一开始都会去说一下你这个 earning 呢怎么样，是不是 beat 了，然后你去看它的 key metrics，比如说它的 比如说我们就拿一个 gold company，它 production volume 怎么样，对吧？
它的 cost 是怎么样，它的 gold price 是怎么样，就你按照这样一个套路去一层一层拨开去分析。然后你想，就你每个季度都会写一篇这样的，其实大部分都是非常非常类似的，很多是不一样的东西在于你对这个公司未来的看法，以及你的估值可能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个是不一样的。但是对于公司的分析的方法都是一样的，就每个季度嘛，这个公司还是这个公司，所以你分析的方法其实都是差不多的。OK， 还有别的问题吗？就一般同事可以哪里 access 我们写的 report？ 我们写的 report 就是我们主要是那些给 institutional client， 就我刚刚说的，因为 clients 都是付费的，然后去拿那些就是完整的报告。那我们的报告比如说会有整个 highlight 或者 summary， 在那个如果你们学校有资源可以去那个 Thomson One， 它是一个 research 的 database，就是你不仅是看到 Scotia 或者你看所有银行的 research 报告都有。如果你在学校的话，因为学校它是会付费给这个平台的，所以你可以去看这个报告。第三个还有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你自己是一个 investor， 你是一个 retail investor， 然后你在 Scotia 比如或别的银行有一个 account， 那在这个 account 里面其实你去看它其实会有一些 research 报告的 highlight 就给你的，去 help you to make decision 了，所以那个你可以也留意一下。但网上的话一般没有，因为所有这些其实都是收费的，除非你是 client 或者你学校帮你付钱了，不然的话报告都是收费的。好的，没有别的问题的话，我们今天就差不多这样吧。然后最后一个就是，对，非常谢谢大家这么晚了之后晚上还来听这个，然后希望大家就是也可以培养一个习惯，就平常你 follow the stock， 你以这个角度你去想一想你是不是要 invest 或者不 invest， 因为这也是一个 interview 的时候会就是会常常问你们的一个问题。好了，那就这样了，就大家 have a great long weekend。哦，学校能进的网站能打一下吗？你是哪个学校？我不知道你们学校是买了哪一个 resource， 但是我之前在学校的时候是这个，我给你看一下 Thomson One。Thomson One 你可以去看一下。对，这是一个平台。如果你在对啊，多大我也是多大的，多大我当时用的是 Thomson One。 如果你不知道怎么进去的话，你可以去你们学校 Finance Lab， 然后他们会告诉你怎么登进去的，用你们学校那个 student， 就是你学校的 YouTube ID 什么应该都可以进去看得到。好的，谢谢各位了，好，大家周末愉快，拜拜。